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今天呢就带你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这里赶牦牛畜牧场啊，现在呢他们正在这个牛群里面区分，把自己家的牛区分出来啊。看啊，那我们这边你看，全部站着人啊，帮忙拦着。这边呢就是大牛群啊，这个牛群里面去区分，把它隔出来，就拦在这后面了。那个喷，那喷子见好不？他挑嘞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给过去了。哦，断了断了断了，猴头猴头断了。来吧，这边接好，这是好好的杀的这来，好猛啊！来，拉屎，来拉屎。这个得要表情化。啊，拿来，拿来。给拉块嘛。大点那个黑点儿。我的毛过来了。就这个嘛，就这个嘛。来来来来。哎呦，这是不是对吗？我把拉到拉下来。哇，那还是往这个火锅上来，好玩。要整快了。不要整快了，要憋头，要憋头。两人慢慢过来，这好玩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就把这三个端上来。哦，就那一块，就那一块。就那一块嘛。好，对头，对头，好。我现在骨头最多了。出来的啊，这一批牛就先给它赶上去了。撤，撤。那买点儿掐哎，要弄一头哇，整块儿了，有点掐点儿了，有点掐不了，有点再掐不了，这全是小的啊，你看，哎，瓜米自然的，你给它鼓到那儿去喷哎，鼓起来哎哎哎，
哎呦，你几个都刮嘞！这个找不到娘娘喽。哦，小牛全部在找妈妈。不要他们上去啊！哦，天下雨喽。冰雹啊，下冰雹了，下冰雹了。哦，操，好大的冰雹啊，下雨啊，下雨啊，暴雨。呼哟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看到没？这棵树直接就挂倒在这里了，这么大一棵树啊，直接被风刮走了。哇塞，哦哟，这个雨太大了。哦，干，这儿干过去就够了，是就完工了。哦，这上面他们就自己上去了，赶到这里就完了。这里有个门啊，那这边是围住的，他们就下不来了，他们就自己慢慢上去了啊。一条就拽了那个。哎呦，哎呀，他们就在这里就自由了。